进了怪物的老巢。啥？可恶！这家伙力气好大！给我滚开！怎么还有这么多？不行了，视线过多，意识开始模糊了。四肢麻木，全身无力，只能到此为止了吗？十年前，我生活的这颗天启星迎来了巨变，巨大的神秘战舰毫无预兆地出现在各大城市上空，他们向星球上投射了无数嗜血的怪物，世界各地顿时陷入混乱，毫无防备的居民损失惨重，城市也变成一片焦土，末世降临了。但人们逐渐发现，伴随着怪物一同出现的还有一种被称为轮盘的神秘装置，利用几百怪物掉落的魔晶，就可以从轮盘中抽取各种物品，包括物资、武器，甚至开启超凡能力的药剂，都可以通过轮盘获得。自此，幸存下来的人为了轮盘，开始了无尽的争夺，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场残酷的生存游戏。而我终于要在今天迎来游戏的终局了吗？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。通道已开启，重临时间点确定，开始传送。重临时间点4530年9月10日，这不是浩劫降临的那一天吗？难道我重生了？居然真的可以重新来过，那这十年的末世生存经验是我最宝贵的武器，这一次我一定要改变命运。如果我的记忆没错，现在距离神秘战舰出现还剩下3个小时，逆天改命的第一步就是获取物资。去哪儿啊，小伙子？用最快的速度开到最近的医院，这1000块就是你的了。嘿呦，明白了，那您可系好安全带。喂，怎么开车的？找死是吧？到了，兄弟。在这等我。好嘞。先生，您要的药物都装进这个包里了。这是药费，不用找了。这人真奇怪。接下来咱们去哪儿？户外用品店。先生，东西都打包好了，您看怎么支付？刷卡，顺便把那玩意儿也给我装上。这把开山刀是吧？没问题，谢谢惠顾。必要物资已经收集的差不多了，最后也是最关键的轮盘。哎，停停停，都是别墅区，出租车不能进。别管他，冲进去我再给你多加5000块。没问题。给我站住。队长，有辆出租车强行冲抢，请求支援。好了师傅，就停这儿吧，辛苦了。赚钱嘛，不辛苦。几分钟后，钱就会成为这个世界上最没用的东西。小子，撞坏了护栏还想跑？今天我非好好教训你不可。你先看看天上有什么好看的，别想骗我。我去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宇宙飞船吗？果然和我记忆中的场景一模一样。如果这场生存游戏还要继续，那么这一次我一定会把握机会变得更强。哎，这是在拍特效电影吧？说不定我也有镜头，嘿嘿。
战前出现后五分钟就会发动第一波袭击，周围很快就会变成人间炼狱，要尽快到达轮盘所在地才行。哪位？送快递的。进来吧。还有一分钟，轮盘就要出现了。喂，你不是送快递的？啊，怎么回事？开始了，第一步攻击。开始了，第一步攻击。啊！这是什么东西？末世降临了、啊、外面怎么了？怎么会突然发生爆炸？没什么，只是出现了很多怪物而已。怪物？你在开玩笑吧？我可没心情跟你开玩笑。那束光难道是出现了第一个降临这座城市的轮盘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怎么会出现在我家？这是末日轮盘，要想在未来的世界站稳脚跟，就全靠它了。末日轮盘？你到底在说什么？在末世，一切资源都变得非常紧缺，而轮盘就是获取资源的最佳途径。看颜色，这应该是个一级的。啊，不对，竟然有七个槽位，比普通的一级轮盘多出了两个，难道它还包含隐藏物品？隐藏物品又是什么东西？一般的轮盘只能抽出食物、武器或者其他补给品，而包含隐藏物品的则有概率获得能强化体质的药水，帮你打怪的半兽，甚至更加稀有的道具。听起来怎么好像跟我之前玩过的游戏一样？你真的没有骗我吗？不信啊，那你打开门看看呗。好，你等着。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。哎，真是个倔强的女人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现在你信了吗？谢谢你。小事，我也是为了回收资源而已。资源？怪物消灭后形成的石头？没错。啊，小心，又有两只过来了。你躲好，这里交给我就行。好厉害，一瞬间就干掉了两只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叶明，你呢？木心。木星，他竟然是木星，前世全球唯一一个九星强者，实力超脱所有人的存在，但是现在怎么看都只是个普通女人啊。不过他既然能站在末世巅峰，一定有什么过人之处。叶大哥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就像你见到的一样，我们遭到了怪物袭击，虽然不知道是谁投放了这些东西，但想要活命现在就只能靠自己了。难道我们不能去外面求救吗？现在所有人都自身难保，根本不会有人来救我们。如果我没猜错，现在外面已经变成怪物的乐园了。怪物乐园？我先给你讲讲当下的生存法则，你一定要记清楚。在末世想要活下去，实力才是一切，而提升实力的关键就是轮盘。这个形状是那些怪物消失后变成的石头？没错，而且因为每个轮盘里包含的道具都只能被获取一次，所以必须赶在其他人之前尽可能抽到自己想要的道具。你的意思是轮盘不止一个？没错。叶大哥，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信息的？这个嘛，现在暂时还没办法告诉你，总之能相信我就行了。我知道了。那你在这等着，
我出去再解决几只，让你看看轮盘转动是什么样子。千万小心呐！果然，前期出现的都是些最低级的家伙。竟然这么快就收集到了14颗，运气好，遇到的都是低级怪。接下来只要把水晶放进去。哇，真的开始转动了，好期待呀，会抽到什么呢？幸运卡片、体质药水，随便哪个都行。真的开始转动了，好期待呀，会抽到什么呢？幸运卡片、体质药水，随便哪个都行。给我出！哇，是水果罐头哎！不是吧？不过我们好像不是很需要，家里还有好多食物呢。别说了，我的运气还是一如既往的黑，还能再抽一次，你来试试看吧。真的可以吗？嗯。那我就不客气啦。好紧张。初期的每次抽取都意味着快速提升实力的可能。让我看看未来的九星强者会抽到什么东西。哎，这是什么？好像不是食物。不会吧，竟然抽到了排除卡。是什么没用的物品吗？当然不是，排除卡可以去除掉一类你不想抽到的物品，从而提升获得关键道具的几率，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。原来如此，没想到我的一中奖体质在这里也行得通啊。哦，什么意思？你的运气一直很好吗？怎么说呢，我喝饮料经常会喝出再来一瓶，砸金蛋也总能砸出大奖，冲盲盒一次就中隐藏款，超市的购物抽奖还抽中过一头牛。原来他是靠这个成为九星强者的吗？既然你是欧皇体质，那就让我好好利用一下吧。天刚亮就出去收集水晶吗？今天的目标是100颗。这个男人还蛮可靠的嘛。既然这样，我可不能拖后腿，厨房可是女人的天下。我回来了。怎么样，没受伤吧？放心吧，我没事，不过肚子好饿啊，有什么吃的吗？有倒是有，我平时不怎么做菜，所以……你别生气，如果实在吃不下，就是昨天抽到的水果罐头吧。还行，挺好吃的，就是卖相差了点，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？他竟然一点都不嫌弃。真的，比我之前10年吃过的东西香多了。今天我几乎清理了这个小区所有的低级怪物，也只得到了不到30块水晶。没关系，也够抽几次了。去吧，看你表演，千万别让我失望啊。放心吧，抽奖我最在行。激光枪和重弩，不错，很实用的武器。要不要试试？算了，我手气臭得很。没关系，只要这样子。你在干嘛？我已经把好运气渡给你了。别逗我了，运气怎么会这么简单传递给别人？你去试试看嘛。好吧。当前可抽取次数6。抽到强化药剂的概率是1/6吗？还是有点低啊。你要是不放心，要不把这张排除卡用了。排除卡已使用，排除最低等级物品饼干，
当前可抽取次数五。我的排除卡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没事，就这样吧。现在获得药剂的概率更高了，看看你给我的好运气会不会奏效。铁铃铃，铁铃铃，一定要抽到啊！抽到了，真的抽到了！皇天不负有心人呐！只要喝下它，身体的机能就能瞬间提升五倍。好厉害！那你快喝吧。别急，看我给你变个小魔术。魔术？好厉害，那你快喝吧。别急，看我给你变个小魔术。魔术？叶大哥，你在捣鼓什么呢？你过来看看，我来这里之前从医院搞到了一些肝素，只要按照一定比例和强化药剂混合，就能额外配置出一份药剂，虽然功效弱了一点，但却可以一瓶变两瓶。抽取一次轮盘不容易，所以必须要物尽其用。那个，你怎么知道这么多呀？因为之前的十年，我就是这么活过来的。这个声音，叶大哥，我还有个问题。嘘，先别出声。怎么了？有东西过来了，快走到楼上。啊！什么东西啊？让你这么紧张？麻烦的家伙来了。麻烦的家伙，对，非常难缠。哎呀，那个虫子也太吓人了吧！这扇门挡不住他们太久，咱们把衣柜推过来。好。叶大哥，为什么会有那么大的虫子啊？那也是一种变异怪物，会无差别捕食所有幸存者。虽然每一只的战斗力并不突出，不过他们是成群觅食，发现一只就代表背后是一个军团。啊，他们过来了，等我不想被虫子吃掉。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你去房间待着，没有我的命令不要出来。啊，你要一个人对付他们吗？没关系的，刚才抽到的强化药剂正好能派上用场。来吧，恶心的家伙！冲进屋里的应该清理的差不多了，幸好有强化药剂，否则今天真的凶多吉少了。原来如此，居然是母虫，怪不得这群家伙这么卖力。这技能还真是跟上一世一模一样，要是别人，今天肯定会变成你的盘中餐。只可惜遇到的是我。你的弱点就是这里。无论打过多少次，还是觉得这些东西好恶心。木心，出来吧，都解决了。叶大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没事，真的太好了。那么多怪物，我却一点忙也帮不上，对不起。别急，马上就有你能发挥的地方。真的吗？需要我做什么？虽然这些异虫看起来很恶心，但蚊子腿也是肉。送上门的食材需要你去处理一下。食材？没错，虽然现在还能比较容易的找到食物，但很快吃的就会变得非常稀缺。末世的食物来源只有三种，一是搜刮物资，二是轮盘获取的奖励，三就是异虫。我明白了。那就好，这件事就拜托你了。哦，要让叶大哥看看我也是能派上用场的。
错啊，这么快就处理好了这么多异虫。啊，你又要出去吗？嗯，我需要更多水晶和周遭的信息，所以这次会走得远一些。我不在的时候一定关好门窗，不要给任何人开门。我知道了，我等你回来。让我看看末世来临后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吧。普通人面对这些诡异的怪物，能做到同归于尽就已经是极限了。救命啊！啊！普通人面对这些诡异的怪物，能做到同归于尽就已经是极限了。救命啊！啊！救命啊！求求你，救救我！把嘴闭上，你是想把整条街区的怪物都引过来吗？真是麻烦。怪物太多了，快跑！那里开着门。喂，快进来！来了。不行，这道门锁不上，你往里面跑。上楼。我跑不动了。麻烦，砍刀。往后躲，别碍事。小心，他们又过来了。我去，往哪儿走呢？想让老子断子绝孙的。一直跑下去也不是办法，正好卢道地形易守难攻，那就在这儿做个了断吧。为什么我会遇到这种事？明明两天前我还拥有鲜花、名望、财富，可就在这些怪物出现的那一刻，一切都变了。真的无路可走了吗？我也要和其他人一样，被这些家伙给撕碎吗？喂，别在那里发愣，起来继续往上一层走。什么？这个男人竟然把这么多怪物都解决了，好强大！你要是想待在这里，我就先告辞了。门口说不定还有怪物，到最顶层去，应该可以从天台到隔壁大楼。好的。啊！这里怎么会有树藤？天台的门被挡住了，我把它们扯掉。等一下，别碰它。这是怎么回事？那不是树藤，而是植物形态的怪物。这么鲁莽，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活过这两天的。谢谢你又救了我一次。别误会，我可不是特地为了救你。啊！我只是怕被你愚蠢的行为牵连到而已。抱歉。门被锁上了。不，这道门是从外侧堵死的。那怎么办？当然是踹开了。你们是什么人？想不到这里竟然聚集了这么多幸存者。抱歉。我并不知道这里有人。我们是被怪物追到这里的，真的只是路过。说得轻巧，门都被你们弄坏了，要是那些家伙冲上来，我们就全完了。放心吧，楼道里的已经被我清光了。我信你个鬼，当我是三岁小孩是吧？你一个人能打得过那么多？大哥，看这小子的背包鼓鼓囊囊，里面说不定有物资。叶大哥，怎么办？别怕，他们不是我的对手。我去，那是什么东西？可能是颗火流星吧。那是星际钥匙。
仙界钥匙是末世最珍贵的东西之一，可以开启充满各种资源的仙界秘境。在前世，无数高阶强者为了他抢破了头，这第一把钥匙我一定要拿到。喂，小子，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躲在这里，就必须把你包里的物资拿出来分享。抱歉，我没这个打算。这里还有其他路可以离开吗？离开？我劝你还是别犯傻了，现在大街上到处都是怪物，还是老老实实把资源交出来，大家抱团取暖。要是我拒绝呢？还是老老实实把资源交出来，大家抱团取暖。要是我拒绝呢？哼，你非要送死，我也不拦着。从那边可以跳到隔壁楼的屋顶，只不过之前想这么干的，都摔下去为了怪物。是吗？多谢。两栋楼之间的距离大概只有5米，对普通人来说确实很难成功，但对服用过强化药剂的我，没问题。叶大哥，我怎么办？我建议你留在这儿，跟着我，只会遇到更大的危险。是啊，美女，等你朋友办完事儿，他可以再回来接你，我们一定会好好照顾你的。不，我不想留在这里，我要跟你一起走。你确定？嗯。那你背上我的包。叶大哥，你这是干嘛？别问那么多，抓紧我。哦。小子，你疯了？你的死活我不管，先把背包留下。你还是见识太少了。真敢跳，这小子不要命了。搞定。怪物，这家伙是个怪物啊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腿有点软。哦，这两个人倒是有点意思，就把他们当作下一个猎物吧。二虎，你还有烟吗？我这也抽完了，楼里已经翻遍，连个烟盒都没看见。这地方哪有那些东西？屋里锁着的几个人怎么办？男的回头扔到怪物堆里当诱饵，女的都留下。你们几个兔崽子在聊什么呢？小吹，无聊打发时间呗。大哥，外面都是怪物，咱们也出不去，难道就这么一直被困着？是啊，如今兄弟们手头的食物也没剩多少了，总不能守着这个破学院坐吃山空啊。慌什么，物资的事儿不用操心，只要我们拳头硬，别人的东西就是我们的。有道理。大哥，现在是不是就是电影里常演的世界末日啊？末日？不不不，对我们这些亡命之徒来说，这分明就是天堂啊。叶大哥，前面有怪物，我们怎么过去啊？别急，一会儿他们就走开了。跟紧我。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？嘘，小点声，别把怪物引过来了。哦，这就是你要找的地方吗？没错。好安静啊，这应该挺安全的吧？千万不要被表象骗了，这里可是学院，正是人多聚集的地方。可我连一个怪物都没看到啊。应该是都被幸存者给吸引进大楼了，我进去看看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别坐着了，过来把门给加固了。不行，3天没吃饭，我站不起来了。我也一样，已经饿得出现幻觉了。不对，不是幻觉，真的有人过来了。救命啊，我们在这里。大哥，救救我们吧！我还不想死啊！叶大哥，那边有人求救。别看了，快点走。可是，没有可是，他
们被围困多天，那栋大楼里肯定挤满了怪物。如今又这么大声求救，怪物们肯定都往那里去了，我已经救不了他们了。救命啊！叶大哥，他们被怪物……这就是末世，生离死别是很正常的事，你要早点习惯，只有我们更加强大，才不会沦为这些怪物的口粮。我明白了，叶大哥。可如果想求生的话，在之前的楼顶不是更安全吗？为什么要来这儿？因为这里有一件非常重要的物品，我必须得到它。是什么啊？一件可以让我不再惧怕这些怪物的东西。叶大哥，你救过我的命，如果有什么是我能做的，你尽管说。你的话做诱饵应该还行。叶大哥，你救过我的命，如果有什么是我能做的，你尽管说。你的话做诱饵应该还行。诱饵虽然听起来很危险，但是如果你需要的话，我愿意。我随口说说而已，命是你自己的，好好活下去就行了。他果然是个好人。咱们就这么盲目寻找吗？目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。那里也有幸存者。那间教室的方向正好对着流星的落点。叶大哥，你去哪儿？我上去看看，你自己躲好。你小心点儿。老师，有怪物。别怕，不是怪物，是人。救命啊，怪物真的冲进来了。怪物已经被我干掉了。谢谢你救了我们。老师，我们趁现在逃吧。是啊，我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。你们别着急，我去问问那位先生。果然，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钥匙的坠落地点。这位先生。什么事？您身手这么好，能不能拜托你带我们离开这里？可以，但你们要先回答我一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刚才有颗流星从天空而降，应该就落在这附近，你们看到它落在哪儿了吗？我没看到。我也是。他说的难道是刚才那颗流星？我看到了，但是你必须把我们先救出去，我才能告诉你。怎么证明你的话是真的？那条光在下午3点左右出现，是从学校的东南方过来的。不错，时间和位置都对得上。我可以带你们三个走，不过要事先说明，楼道里怪物不少，就算能逃出去，受伤恐怕也是在所难免。什么？你那么强，就不能先去把那些怪物都干掉吗？同学，这些家伙很容易被异响吸引，万一招来更多，你们就一个也走不了了。如果只让你带我的两个学生走，能确保他们毫发无伤地出去吗？两个人的话应该问题不大。你可要说话算话。我没有必要骗你，但是你真的要放弃逃生的机会一个人留下吗？没错。这是老师。我答应你，现在可以告诉我流星的落点了吧？不行，等你们安全出去以后，我会把位置写在纸条上扔下楼。这女人考虑问题倒是周全。那我们走吧，两位同学。陈老师，你真的不走吗？你们快走吧，老师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听声音，外面应该只有三个。我们走后，你要赶紧把门堵好，这样或许能多活一段时间。我知道了。
再见了，一定要活下去啊！给我滚开！跟紧了，不要停！啊！怪物太多了，还好只带了两个人。趁着其他楼层的怪物还没过来，要赶紧出去。这种感觉不对劲，你们两个先别过来。怎么了？我感觉到一股非常危险的气息。让我看看，什么都没有吗？什么都没有才最不正常。按理说刚刚的战斗应该会吸引到走廊里的怪物才对，为什么会这么安静？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保持安静，慢慢走下去。希望是我想多了。总感觉有什么东西在窥视，难道是我的错觉？丽丽，你动我头发做什么？终于现身了。原来是阴影潜伏者，怪不得刚才一直没有发现，必须猛击腹部的要害才行。还有效果，难道是变异后的铁甲型？难怪他敢把腹部暴露给我。这家伙速度好快，太危险了。大哥哥，你还活着？幸好带着从轮盘抽到的武器，不然怕是真要凉了。另一个人呢？我在这儿。再被我发现你抛弃同伴，就别跟着我了。我知道了。是刚才的打斗把周围的怪物吸引过来了。叶大哥，我们快跑吧。是啊。不行，必须在这挡住他们，你们退后。叶大哥。初音，怎么是你？叶大哥，你没事真是太好了。不是让你找个安全的地方等着我吗？我在下面等了半天也不见你出来，刚才又突然出现了很多怪物，我实在太害怕了。很多怪物？刚才教学楼后面的房子突然发光，怪物都循着光过去了。你是说能吸引怪物的光源？没错，我趁着那些怪物离开的功夫才能进来找你。谢谢，你提供的信息很有价值。真的吗？能帮到你就好。能吸引怪物的光源只有一种，那就是轮盘发出的光。轮盘？那是什么东西？回头再告诉你，这里不安全，咱们先出去。好。这两个女生是你救下来的吗？嗯。我果然没看错人。香香，刚刚我不是故意丢下你的，实在是太害怕了，所以才……我明白，如今这世界只能自保，指望不了别人。
叶大哥，你怎么停下了？我在等一张纸条。纸条？陈老师，我们已经出来了。小声点，别把怪物引过来了。太好了，他们两个都没事。谢谢你，帮我达成了最后一个愿望。叶大哥，这纸条上写的什么？流星的坠落地点。我明白了，他用告诉你地点作为条件，让你救出这两个女生。没错，刚刚楼道里怪物太多，我无法同时保护三个人，他才会选择自愿留下。那现在赶紧叫他下来，一起走吧。这栋大楼目前还算安全，先让他躲在这里吧，等我办完事再来接他。叶大哥果然聪明，连这种事都想到了。哦，竟然坠落到了旁边的工地，这个地方一般人倒是不会注意到。如今有两个目标，一是秘境钥匙，二是初音发现的新轮盘。那个卖队友的短发女生不太靠得住，万一被他找到钥匙又藏了起来就麻烦了。初音，带我去你说的看到发光的地方吧。初音，带我去你说的看到发光的地方吧。可是那边聚集了很多怪物。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怪物多才说明有好东西吗？好，我都听叶大哥的。虽然我只负责把你们带出教学楼，但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一起来。我愿意。刚才那束光就是从这栋建筑里发出来的，很多怪物都冲进去了。很多怪物？为什么要来这种地方？不会是想用我们当诱饵吧？现在可是末世，哪里没有怪物？我还没有无耻到用陌生人当诱饵的地步。初音，你照顾好自己，无论发生什么都别进来。我明白了。至于你们两个，如果害怕的话随时可以离开。叶大哥，你一定要平安出来，我还以为他真要拿我们当诱饵呢。不过他也太虎了吧，即便是有武器，里面的怪物一拥而上，怎么可能打得过来？香香，跟我来，我有事要和你说。嗯，什么事？咱们找个安全的地方藏起来吧。可是大哥哥让我们在这里等他。拜托你清醒点，里面怪物那么多，他万一出不来，咱们难道要在这等死？啊，不会吧，大哥哥很厉害。他再厉害也只有一个人，要是里面的怪物都冲出来，他还能顾得上保护咱们？你们在那边嘀嘀咕咕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那个，我肚子疼，想让他陪我去趟厕所。那你们快去快回，不要乱跑。嗯，快走。果然，被轮盘吸引而来的怪物还真不少啊。不过，似乎没有变异怪物，还算走运。来吧，咱们速战速决。是枪声，那家伙搞出这么大声音，把其他地方的怪物吸引过来怎么办？快走，这里已经不安全了。可我们能去哪儿？去教室宿舍，那里几乎没人，所以应该不会有怪物，而且还有不少食物。可那个姐姐怎么办？这个时候能自保就不错了，管她做什么。不行，我不能见死不救。大姐姐，这里不安全，跟我们一起去教室宿舍楼躲起来吧。潇潇真是个傻子，多一个人就多分一份食物。早知道刚才我就自己走了，何必拉上他？不，我不会走的。可是一会儿怪物围过来，咱们就跑不掉了。如果你想离开，我不会怪你，毕竟生命只有一次。但是叶明远比你想象的要强大，我相信他绝不会倒在这种地方。就算他很厉害，但万一呢？先找个安全的地方等他出来也行啊。有叶明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你们想走就走吧，不用管我。
盘没错，这里真的有轮盘。啊，等等，这不是普通的轮盘，而是三彩盘。怪不得会吸引如此多的怪物过来，这里面可是能抽到特殊职业技能啊。彩色轮盘的颜色越多，出现高等职业技能的可能性就越大，比如科学家、刀客、药剂师。这个轮盘虽然只有三色，但也非常珍贵了。上一世我压根连彩色轮盘的面都没见到过，我这20年的老飞球难道真的转运了？叶大哥，我已经把好运渡给你了。木星这技能也太 bug 了吧，竟然能把运气渡给别人。潇潇，他不愿意走就算了，何必强人所难呢？咱们走，让这个傻子留在这给叶明收尸吧。站住，怎么改主意了？你们是走是留我不管，但别忘了刚才是谁救你们出来的。啊！你敢打我？好了，丽丽，疯女人，你就等着后悔吧。兄弟们，我发现了个有趣的东西。是什么？楼下出现了三个小妞，其中有一个很对我的胃口。你们两个现在就下去，把那些小妞给我抓回来。是大哥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楼下出现了三个小妞，其中有一个很对我的胃口。你们两个现在就下去，把那些小妞给我抓回来。是大哥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可恶，气死我了。丽丽，虽然大姐姐动手不对，但刚才你说的话确实是有点过分了。你还好意思说？要不是你非要带她走，我怎么会挨这一耳光？对不起。嘘，别说话，前面好像有什么东西。是怪物！快跑！他追上来了！丽丽，快起来！小小，对不起，只能记着你了。真是忘恩负义，叶明救了他，不仅不知道感恩，竟然还说那么难听的话。嘿嘿，小美人，终于找到你了。谁？当然是你的好哥哥我呀。啊，滚开，离我远一点。这里这么危险，我来陪你不是应该的吗？你流氓，放开我。哼，你长得这么漂亮，我们怎么可能让你走呢？不过你要是把哥哥们伺候好了，饶了你也不是不可能。呸，你做梦，等叶明回来一定会教训你们的。叶明？你说那个臭小子？哼，他进了怪物的聚集地，死定了。不可能，叶大哥一定不会有事的。别担心，没了他还有我们呢。别废话了，赶紧过来搭把手。我要活着，必须要活着。哎呀，今天运气真不错，又遇见一个小妹。你看好这个妞，我去把那个也抓来。没问题。不要，你别过来。哼，老三这个腿脚真慢，连个小姑娘都追不上。小丫头骗子，敢咬老三，你给我站住啊！救命啊！没用的，你就是喊破喉咙也不会有人来。叶明，快来救我。我劝你最好老实点，否则老子现在就把你给办了。是吗？那我还是先把你办了吧。
我的手，我的手！初音，你没事吧？叶大哥，你终于回来了！我就知道你肯定不会死的。谢谢你，能不能先放开我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从怪物堆里出来的？无可奉告，敢动我的人，看拳！还有你这张臭嘴，永远闭上吧。那两个女生呢？他们刚刚跑到前面去了。走，我们一块过去看看。嗯。你是什么人？大哥哥，谢谢你来救我。哼，你刚才不是还说叶明死定了吗？你的朋友呢？他为了救我，被怪物抓住了。叶大哥，这两个流氓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放在这里就好，怪物会关照他们的。你们先去多媒体中心，那里被我清理完了，是安全的。好。他竟然能打过这么多怪物，怪不得这女的要黏着他。我得想办法抱紧这条大腿。他竟然能打过这么多怪物，怪不得这女的要黏着他。我得想办法抱紧这条大腿。怪物怎么又来了？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来救救我？我真的不想死。我说，你这门堵得够死的。你不是已经带他们离开了吗？怎么又回来了？楼里面的怪物都被我清理干净了，这附近还算安全，所以我就来带你走。谢谢你，我真的好害怕，害怕变成怪物嘴里的食物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那些家伙伤害你的。对了，莉莉和潇潇他们还好吗？说来话长，咱们先离开这里。也不知道叶大哥让我们收集这些水晶做什么用。这破石头上还有黏糊糊的液体，好恶心。莉莉，陈老师，我以为再也见不到。潇潇呢？他去哪儿了？潇潇，潇潇他为了救我被怪物给……什么？到底怎么回事？他们两个信不过叶大哥，离开教学楼之后就和我们分开了，然后就遇上了怪物。哼，要是你们当时一起把陈老师救出来，潇潇或许就会没事。你说的轻巧，要是有那么容易，叶大哥怎么可能会不救他？不管怎么说，现在潇潇没了，你们都有责任。怪物横行的世界，谁都不能保证活下去，救人本就是一种奢侈的举动，你最好认清楚这一点。如果你不满意，我现在就可以把你送回去。我不要。莉莉，叶明说的没错，现在这种情况，谁也没有义务对别人的性命负责，他愿意回去救我出来也是冒着很大风险的，我们谁都没有资格要求别人一直保护，后面要努力靠自己活下去。这个老师倒是个明事理的人。对了，叶大哥，你让我们收集那些水晶是做什么用的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只要有足够的水晶，就可以从这个三彩轮盘里获得一项职业。那你看这些够吗？嗯，应该差不多了。在前世听别人说过，
放入彩色轮盘的水晶陨落，就有更大的几率获得高级职业。先试一次看看吧。哇，真的会转哎！好像电影里的东西一样。来吧，看看我这一世能抽到什么职业。你获得了职业工匠，可进行装备制造和改装，并拥有其他额外能力。当前等级见习。不是吧，竟然是工匠，还只是个见习。花了这么多水晶就得到一个辅助职业，还是最低等级。可为什么这个职业徽章的颜色花里胡哨？按理说每个职业只有一个相应颜色才对。算了，想那么多也没用，看来木星给我的好运都用光了。叶明，你得到什么了？喏，你们自己看吧。工匠，这写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？采集、强化、锻造、附魔、镶嵌，好厉害啊！什么？还有特殊能力？让我再看一眼。五个额外能力，原来如此。怪不得徽章上会有五种颜色，看来我真的是转运了。接下来我会尽快清理掉这所学院里所有的怪物，你们只要帮我收集掉落的水晶就行。好的，交给我吧。哼，不带我们去安全的地方，反而让我干这么恶心的活，真是够了。接下来我会尽快清理掉这所学院里所有的怪物，你们只要帮我收集掉落的水晶就行。好的，交给我吧。不带我们去安全的地方，反而让我干这么恶心的活，真是够了。这小子是个狠角色呀，一个人能对付这么多怪物，但他为什么不离开，反而要主动打怪呢？应该是打算在这所学院里搜刮资源吧。那完全可以制造噪音把怪物引走，没必要冒险硬刚。那几个女人好像是在怪物消失的地方捡东西。捡什么？怪物难道还会掉吃的？哦，我知道了。快把所有人都叫过来。啊，咋了哥？我有一个重大发现。啊，想不到只是跟在后面捡东西也这么累人。给，我这里还有点压缩饼干，你拿去给他们分着吃吧。谢谢。这栋建筑里所有的怪物都清理完了，里面的卫生间也还有自来水可以饮用，可以作为暂时的避难所。我准备去寻找之前掉落在工地的那颗流星。背着背包行动不便，你先替我保管吧。包里有不少食物，还有一些药品和工具，这些物资在末世非常珍贵，千万不能丢了。这么重要的东西全都放在我这儿？没错，陈慧和那个女生我现在还信不过。我不在的时候你们就在这里多好，不要到处走动，免得再遇危险。我明白了。喂，外面所有的水晶我们都收集完了。谢谢，我先离开一段时间，很快就回来。如果有怪物冲进来怎么办？工匠锻造术发动。如果真的来了，你们就用这个保护自己，一味依靠别人只有死路一条。也给你一把。谢谢。我走了，你们自己小心，千万注意安全啊。放心吧。这家伙肯定是准备丢下我们自己溜走。莉莉，世界变了，我们不可能还像从前那样生活在他人的庇护下，你要学会保护自己。按照陈慧给的信息，钥匙掉落的工地就在这附近，就是这里，要从哪找起呢？我去，什么东西啊？女人？我还活着。别动！你干什么？刚刚可是我救的你。少废话，说，你是什么人？是不是那些家伙的同伙？我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这小子，好大的力气！你又是什么人？
为什么会在这里？我是保卫局的。保卫局？那你不是应该去对付怪物吗？怎么会出现在工地？这里有比怪物更棘手的事情需要处理。还能有什么更棘手的？一伙从监狱里越狱的重刑犯。小心，到这边来。莫督察果然厉害呀，从五楼掉下来还能活着。这群人就是你说的重刑犯吗？没错。他们干嘛追着你不放？哼，因为他们都是被我送进监狱的。您赤手空拳怎么跟我们斗啊？乖乖出来，我给你个痛快，否则就别怪弟兄们辣手摧花了。一群犯人哪来的这么多武器？他们应该是洗劫了局里的武器库。既然这群人都是穷凶极恶之徒，我就不必留情了。那娘们没武器，你们冲过去把他逼出来，咱们抓活的。我好像看到他身边还有个男的。不用管，直接做掉。没问题，那小子是我的了。对不起，我对你可没什么兴趣。什么？大哥，那小子也有枪。该死，给我打。老子今天就让你们归西，去死吧。人呢？人怎么不见了？在这儿呢，蠢货。不好。大哥，轻轻关心别人，再来一拳。别打了，我投降。莫督察，饶命啊！以前我没得选，现在我愿意甘心归阵。那就给我老实点，听懂了吗？是是是，小的知道了。谢女人，你等着，老子一定不会放过你。莫督察，饶命啊！以前我没得选，现在我愿意甘心归阵。那就给我老实点，听懂了吗？是是是，小的知道了。谢女人，你等着，老子一定不会放过你。你干什么？他明明已经放弃抵抗了。莫督察，现在是末世，你不会天真到认为他是真的想当个好人吧？如果没有出现这些怪物，那群人也早晚会被送上刑场的，不是吗？可是，请你记住，对恶人的善良只会造成更多的悲剧，所以对于这些人渣不能手下留情。这人说的也不完全没有道理，毕竟这些人本就罪大恶极，可他这么年轻，到底是经历过什么才会做事如此果断？喂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在这个工地干什么？我叫叶明，这里有一件很重要的东西，我必须找到它。是什么？我可以帮你。一把钥匙。钥匙？长什么样子？我也没见过呀，不是很好描述，不过外形非常特别，一眼就能认出来。好吧，我试试看。找到了，你看看是不是这把？不愧是保卫局的人，动作就是快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不是这个吗？造型明明很别致啊。确实挺别致，不过不是这把。切，让我白高兴一场。啊，那边好像有什么东西。哪里？就那个方向。确实有东西在移动。我觉得是条狗呢。狗？对，我在这方面预感很准的。我去，真的是狗，还是条二阶的变异犬。该死，好快的速度。糟了，叶明，怎么停下了？汪汪，没搞错吧，他这是在舔我。他好像跟你很亲热的样子，是你养的吗？不是啊，我家里什么宠物也没啊。等等，你不会是帝皇丸吧？帝皇丸？你什么起名水平啊？它原本是只流浪狗，小时候受伤被我救过，那时候长得圆滚滚，
所以就叫他帝皇王了。我为了他好几年，没想到能在这儿遇上。可是这只狗明显是发生了变异，你还要把它带在身边吗？没关系，变异都是一次性的，它既然还记得我，就不会有问题。好了好了，别舔我了。这人也不光有冷血的一面吗？大哥，咱们上次派出去的两个兄弟找到了，让他们过来见我。这恐怕办不到，他们两个已经被怪物啃得面目全非了。你说个屁啊！让你着急的其他兄弟呢？到了到了，他们都到了。哦，大哥，昨天这个地方来了个不知死活的兔崽子，还搞折了我们两个兄弟。哥，那俩不是被怪物干掉的吗？给我把嘴闭上。总之，那个小子很危险，留着肯定是个祸害。哥，你就说让我们怎么办吧。直接去灭了他，绝不能让那小子影响咱们称霸末世的宏图大业。而且那小子身边还跟着几个不错的妞，这里谁立了功，那些妞就是谁的。大哥说的对。阿黄你留下，我另有事安排。哦，什么事啊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怎么感冒了？没事，大概是有人在惦记我吧。天都黑了，你还要继续找下去吗？当然，直觉告诉我就快要找到了。好，我就信你一次。这束光没错，一定是秘境钥匙。就是他，有了他就能开启秘境，获得大量资源了。一把钥匙，瞧把你高兴的。怎么了帝皇王？怎么了帝皇王？木督察小心身后。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无功战技能发动，攻击强化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如果我没记错，这家伙是三阶变异生物，血尸巨蜥，多亏有职业技能强化武器，否则还真是砍不动他。好快，帝皇丸吸引注意力，中。虽然力度不小，但还不够致命，必须攻击他嘴里的弱点才行。再来，这家伙故意把嘴闭上了。帝皇王，叶明刚才说这怪物的弱点在嘴里，有什么办法能够得到吗？那是这家攻击范围太大，没功夫给武器充的，真是没人。不好，他想撞过来。叶明，让开！是他。不是吧？居然直接用钢筋扎穿了，这女人的力气到底有多大？哦，谢谢你，帮大忙了。不用客气，之前你救了我一次，现在咱们打平了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们现在需要优先收集的资源，你就当成是一种特殊的石头就行。我怎么听不懂你在说什么？这东西有什么用啊？很快你就知道了。你接下来准备去哪儿？有人在旁边的学院等我。你呢？要回保卫局吗？我的同事为了阻挡怪物全部牺牲，现在想回也回不去了。那要不要考虑跟我一起走？末世这么危险，咱们一起行动，生存的几率会更大。叶敏虽然做事有些激进，但并不是个善恶不分的坏人，
而且似乎对这些怪物还很了解，是个可靠的人。好，我愿意和你组队，但并不代表完全听你命令哦。如果让我干坏事，我绝不会答应。没问题，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。莫燕。二位相处得很不错吧？什么人？小子，你死到临头了，我大哥指明要做了你，乖乖束手就擒吧。他们是谁？我之前打败了两个想要绑架女孩的匪徒，看来是他们的同伙来报仇了。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畜生，快放开我！变变异狗，还敢分心？上的都好快，完全不给我机会啊！喂，说吧，你们为什么来杀我？吴哥说，你害了我们兄弟，而且还要和我们抢地盘。你这位五哥现在在哪？就在学校食堂里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去会会这个五哥。一个人？以我现在的实力，对付几个流氓还是绰绰有余的，况且我还有地黄丸。只吃这点饼干根本就填不饱肚子。哎，梁初音，你那个包里还有别的食物吧？快拿出来。没了。骗谁呢？我都看见了，你不会是想独吞吧？啊，丽丽，你冷静点，剩下那些是留给叶大哥的。姓叶的把我们丢在这里，一个人到外面去，现在说不定已经开溜了。你胡说，叶大哥绝对不会做这种事。丽丽，梁小姐说的对，叶明他不是那种人，不然也不会专程回去救我出来。陈老师居然跟外人站一边，真是靠不住。如今我只能依靠我自己了。臭婊子，仗着有那个叶明撑腰就处处针对我。哼，喜欢守着那个破包是吧？那你就去地狱守吧。臭婊子，仗着有那个叶明撑腰就处处针对我。哼，喜欢守着那个破包是吧？那你就去地狱守吧。什么声音？少爷，该死，正要动手就被打断了。老师，我好害怕。初音，是不是怪物发现咱们了？应该不会，叶大哥走之前把怪物都清光了。难道是其他逃难的幸存者？喂，是谁在外面？哟，里面还真有小妞啊。那还不快点砸。得嘞。嚯，有三个呢。啊，你们是谁？小美人，这东西这么沉，还是哥哥帮你拿吧。你别说，这妞长得还真不赖啊。那个归你，这边的归我了。你别过来。陈老师，你认不出我了，当年你罚我站走廊的时候可厉害得很啊。你是白鸽？这群人都是疯子，我绝对不能落在他们手上。那个短头发的女的跑了，胖子去把她抓回来。好嘞。该死，没被怪物发现反而要被匪徒抓走吗？臭女人，给我站住。那边有出口。什么情况？门怎么打不开了？小老鼠被我抓到了吧。你们这些女的总是见到我就跑，我长得有那么吓人吗？大哥，
定比其他人帅多了，求您饶了我吧。哦，你说的是真的吗？当然了，是那些女人没有眼光，我就很喜欢你这样的。好，那你就在这证明给我看吧。什么？老大，我回来了。怎么只有你自己啊？那个小妞呢？那丫头太弱不禁风，我一不小心她就没气儿了。哼，你这种体格还不知道手下留情，真是白痴啊。这妞儿怎么了？反抗的时候把缸子给咬了，就给了她一巴掌，到现在还没醒呢。一群混蛋，赶紧把我们放了，否则叶大哥回来不会放过你们的。胖子，去把那小妞嘴堵上，我有事要说。明白。在座的都是跟我打拼多年的兄弟，所以我就开门见山了。老五一直派我们出来干脏活累活，自己在背后坐享其成，我已经受够了，所以打算自立门户。老大，我跟你。我也跟你。老五阴险狡诈，根本不为弟兄们考虑。没错。很好，现在就回去干掉他，抢了剩下的物资，咱们兄弟们好快活快活。快点请，上面还有一层呢。五哥，咱们大晚上不睡觉，捡这些怪物留下的垃圾石头干啥？你懂什么？这些可都是宝贝。宝贝？就这玩意儿？哎呀，快跟红。那小子一直在收集这种晶体，虽然不知道能拿来干嘛，但肯定不是一般物件。东子哥，食堂里没人，老五应该是还没回来。真是天赐良机呀、啊！咱们进去埋伏他。哎呦！混蛋，是谁扔的骨头？我只是随手一扔，没想到你接得挺准啊。是你小子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自己送上门，省得你们兜圈子，难道不好吗？看来老五派去抓他的人失手了呀。东子哥，咱们人多，一起上吧。别急，打打杀杀的多没意思呀，把那女的带上来。哼，明白了，还是老大玩的花呀。东子哥，咱们人多，一起上吧。别急，打打杀杀的多没意思呀，把那女的带上来。哼，明白了，还是老大玩的花呀。给我进去。瞅瞅，这是谁？小子，你女人在我手上，劝你还是乖乖束手就擒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知道她是我的人你还敢动，真是不知好歹。你说什么？工匠技能发动，锻造。别怕，我来救你了。混蛋，刚子，给我上，干掉他。木易，你照顾好他，敌人交给我。好。来吧，你群不知天高地厚的渣子。臭小子，竟敢伤我们老大，吃我一拳，尝尝我的。真是废物，还愣着做什么，一起上啊。克苏，雕虫小技，我一边待着去。你很能打呀，不过我可还有一个人质。叶明，又搞这一套，还有完没完？哼，怕了吧？想要他活命，就老老实实的给我装些物资。你想得美！谢了。小意思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但是你的背包……背包怎么了？是丢了吗？嗯，我们被绑来的时候，背包就被他们给夺走了，也不知道藏在了哪儿。是我辜负了你的信任，
我现在就去把包找回来。哎，算了，丢了就丢了吧，别再冒险回去。可是没有包里的食物，咱们怎么办啊？这间食堂是这帮家伙的储藏点，物资还算充足，全部带走就行了，所以你不用自责。谢谢你呀，大哥，你真好。啊，那。五哥，你让我捡的石头跟这个圆盘上的石头形状一样哎。那下面有个盒子，去把捡来的水晶都放进去。得嘞。哇哦，动了动了，好神奇啊。原来如此，那小子一定是靠这个变强的。五哥，你说这东西是做什么用的？蠢货，超市的抽奖轮盘没见过吗？知道了知道了。哎，停了停了，快让我看看出了什么宝贝。恭喜您获得了初级战士药剂，服用后可晋升为一星战士，使力量和速度大幅提高。啊，什么乱七八糟的。五哥，这个我懂，跟我之前玩的游戏里一样，把这个喝下去就能变强。原来如此，你还能派上点用场吗？不过那毕竟是游戏，真喝下去有啥后果我也不知道。你故意耍我是吗？不不不，我就是给您提个醒。哼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今天老子就豁出去了，喝一口试试看。哥，你慢点喝呀，小心拉肚子。这就是力量的感觉吗？我去，哥，你不会是要变异了吧？等着，我现在就去叫人来救你。什么东西？哪里来的这么大的怪物？这次死定了！救命啊！怎么没动静了？五哥，这就是强化之后的力量，一星战士。怪物，受死吧！哥，你太牛掰了，竟然能一拳干翻一只怪物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嗑药之后打怪变得如此轻松，爽，太爽了！以后咱们遇到怪物，是不是就再也不用怕了？没错，以后轮到那些怪物怕咱们了。五哥威武！走，回去让东子他们见识见识我如今的实力。以后轮到那些怪物怕咱们了。五哥威武！走，回去让东子他们见识见识我如今的实力。五哥，请。这是什么情况？五哥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都是叶明那个臭小子干的，他还把咱们的物资都拿走了。什么？叶明，这次我一定要亲手把你碎尸万段。到了，这就是我给你们说的临时基地。你们先把行李放好，我去把木星叫下来。好的。木星，我回来了。嗯，人呢？叶明，快来，厨房有张纸条。在哪儿？呢？就在那边的冰箱上。叶大哥，超市有轮盘，我替你去看看。这傻女人，外面这么危险，他居然一个人出去。不对，如果按照因果律，母亲在未来会成为九星强者，那就绝不会在这里丢掉性命。
叶大哥，你的朋友不会出什么事吧？这里没有打斗痕迹，应该没什么危险。我要去纸条上提到的超市看看新轮盘，你们几个呢？我要跟你一起去。这几人里，初音对我的信任度最高，感觉也十分敏锐，能帮我分担不少压力。那你跟我一起吧。也带上我吧，我学过急救，一般外伤都可以处理，肯定能帮到你们。莫叶，你呢？要留在这里吗？废什么话，你之前亲口跟我说咱们是队友，要去当然一起去。好，那就一起去。出去一趟要耗费不少时间，集体行动还携带大量的物资，除了莫叶，梁初音和陈慧都是普通女生，没办法带太沉的行李，怎么办呢？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我想随身携带更多物资，你有什么办法吗？让我想想。有了，你等我一会儿。好家伙，这也太夸张了吧！这东西你从哪儿搞来的？这是我们局里的工程车辆，一直停在地下车库没开过，油箱都还是满的，现在正好能派上用场。有了它，你想带多少物资都没问题，遇上普通的怪物甚至可以直接压过去。太棒了，你可是帮我大忙了。客气什么，咱们出发吧。木星的字条没有明确的地址，咱们就从最近的那家超市开始排查。真棒，平推过去之后再回头捡怪物身上掉落的魔晶，省了大力气。你先别高兴，怎么感觉好像有点不对劲？没错，怪物的数量很不正常，附近的街区都被我清理过，不应该还有这么多，而且不是冲着我们来的，像是在逃跑。你们快看，那边有什么东西过来了。好可怕的战斗力，那到底是什么？啊，不好，居然是四阶的变异白猿，这家伙力大无穷，极其残暴。我记得那家伙的弱点是背后暴露在外的脊椎。坐稳了，我尝试着甩开它。叶明，他真上来了！啊！陈老师，救救命啊！黄丸上，吃我一腿。搞定了。没那么容易，这家伙正面几乎刀枪不入，不可能被我一脚解决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等下你吸引他的注意，我会尝试绕到他的身后。好。就是现在！喂，大家伙，看这里！干得漂亮！现在轮到我了。工匠技能发动，强化，结束了！恶心的家伙！这下算是真的结束了吧？找准机会，放倒他并不难，主要他总是乱动，不容易命中罢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怪不得你要我吸引他的注意力。不过也多亏用了强化术，不然还真不一定能一击必杀。真是越来越期待工匠技能的其他用途了。
陈老师怎么样了？他背后的伤口比较大，需要缝合，可是我们没有麻醉药。那怎么办？有家医院离这儿不远，我们去碰碰运气。可是这样需要绕一大圈，木星要是一个人在超市也可能遇到危险。不如兵分两路，你们去医院，我先去超市看看情况。你独自行动太危险了。放心吧，我的身手你知道的，如果情况不对我会立刻离开。那你一定不要逞强。还有一点，怪物会无意识地向轮盘方向聚拢，千万注意。明白了。初音上车，咱们去收集医疗物资。好。你在车上等我，我马上回来。你千万小心。知道了。需要的物品都在药房，前面转弯就是了。什么东西？圆规鳄！该死，怎么就碰上它了？这东西与地黄丸和白猿不同，不是本土的物种变异，而是来自天外的怪物，十分强悍。虽然只有二阶，可也不是现在的我能干掉的。得想办法困住他，趁机取药。我记得后备箱里有一把弓箭、钢板和绳网，应该就在这里才对。找到了，先要用钢板做素材，强化弓箭本体，增加穿透力。工匠技能强化，发动。成了。接下来就要用融合术了，将钢体的强度融合进绳网。成了。钢制渔网，这下应该可以暂时困住那家伙了。成败在此一举。我也没伤到他，这家伙脾气怎么这么大？终于到了，针管、纱布、麻药，还有止痛药，真是太好了。不好，这家伙挣脱了，他怎么对我的仇恨这么大？那是，原来是在孵蛋，难怪这么暴躁。叶大哥怎么还没出来？我还是进去看看吧。那边好像有什么声响。样子，叶大哥应该就在那个屋子里。叶大哥，叶大哥，初音，我被困住了，你用那些蛋吸引他的注意力。明白了。好沉。蛋的漂亮，怪物成功被引走了。初音，快跑，怪物去找你了。好沉。干得漂亮，怪物成功被引走了。初音，快跑，怪物去找你了。等我一下，我马上就好了。这下他应该不会再来追我们了。知道蛋分三路，这丫头还挺聪明。趁现在赶紧离开。你还真是经不住夸。叶大哥，谢谢你。那只怪物不会追出来吧？放心，圆规鳄的母性极强，它不会离蛋太远。啊，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刚才多亏你了，不然我还不知道要被堵在屋里多久。能帮到你就好。五哥，咱们这是要去做什么呀？当然是去找那小子，扒了他的皮。敢和我作对，只有一个下场，那就是死。好累啊！少废话，快点骑。这都骑了半天了，咱们去哪儿找他呀？去超市，那小子带走的食物不多，肯定要去超市进货。咱们就去那儿蹲他。哥，你真是太聪明了。那是，快点骑。
就是最近的超市。五哥，等等我，小心有怪物。没出息，我现在可不怕他们。这里空空如也，是不是已经被人扫荡一遍了？五哥，这还有袋面。你从哪儿找到的？就从上面掉下来的。上面是怪物。慌什么？我去，他跳下来了。没事，看我一拳解决他。他怎么不咬咱们？我又不是怪物，我怎么知道？走，跟上去看看。这不太好吧？怕死你就待着。我来。什么怪声？哦，这是五哥，这么多怪物很危险的，咱们快溜吧。跑什么？我们撞大运了。你躲一边去，这些怪物交给我。出来吧，怪物都解决完了。五哥威武，两个像吧，小宝贝儿。我猜的没错，果然是新轮盘。去，把怪物掉下来的水晶都捡过来。是。跟学院里那个好像不太一样啊。哥，晶体都在这里了。就这几颗？这轮盘启动一次就要10枚水晶。根本不够啊！刚刚那些怪物都是自己走过来的，咱们要不就在这守株待兔吧？只能这样了。那你还不快去门口望风？没用的家伙！是。伤口已经缝合好了。谢谢。不客气，以后如果我们受了伤，还要劳烦你了。好。叶大哥，你刚才消耗体力过多，赶快休息一下吧。没事，我不累。什么声音？肚子叫了。快吃点东西吧，等会儿我们去跟莫叶会合。已经盘查过3个超市了，并没有发现轮盘，如今就只剩下最后一家了。不对劲，前面几家还有点怪物的声响，这里怎么会如此安静？好多怪物粘液，难道已经有人把这里的怪物都清理掉了？没想到怪物没等来，却等来个小妞啊。什么人？哟，看样子还是个督察员，老子喜欢。你找死！好烈的妞啊，那老子就陪你玩玩。没想到怪物没等来，却等来个小妞啊。什么人？哟，看样子还是个督察员，老子喜欢。你找死！好烈的妞啊，那老子就陪你玩玩。好快！可以吗？竟然能躲开我这一拳。废话真多。倒是我小瞧你了。把你压箱底的招式都使出来吧，接下来我可要认真了。好，就让你见识见识日字冲拳。你的绝招就这？怎么可能，这一拳有10年的功力，他居然这么轻易就倒下了。再来。痛快。大哥好厉害呀，能跟督察员打得有来有回，速度快的我都看不清了，我也要帮忙才行。糟了，没注意身后。站得漂亮。是我太久没锻炼了吗？怎么连这种家伙都打不过？看你这眼神是不服喽？那我不介意打服你。敢动我的人，问过我没有？莫叶，你还好吧？我没事。原来是你小子，
自己送上门来，倒省得我去找你了。少废话，看招！不过如此，该我了。这是一星战士的速度和力量，怎么样，怕了吧？一个变强的垃圾棒，看看什么叫真正的实力。这怎么可能？我可是嗑过药的，为什么打不过你？虽然药剂是让你增强不少，但在我十年生死搏杀的经验面前，你还差远了。大哥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您放我一条生路吧。若您看得上，我愿给您当牛做马，绝无怨言。不上台面的东西。我的手，我的手。实力不行，心思还不少，真是太可笑了。那个马仔跑了，不去追吗？他一个普通人，在外面活不了多久，不用浪费时间了。你怎么样？还能走吗？这点伤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快点看看那个奇怪的装置吧。木星说的轮盘，应该就是他。叶大哥，我到处都找遍了，也没发现木星的身影。我知道了。你不担心他的安全吗？放心吧，从现在往后十年，他都能活得好好的。十年？难道叶大哥还能预知未来？既然没找到木星，我们要决定下一步到哪里去。你们有什么意见吗？我只要能跟着你，去哪都行。我听你们的。莫叶，你呢？你是队长，路线自然由你决定。好。那咱们就去城南珍珠湖。叶大哥，这些都是你从刚才那个轮盘里抽到的吗？没错。这个项链好漂亮啊。好看吧，这可是带刺的玫瑰，一不小心就会把人变成怪物。快拿开。逗你玩的，这就是个可以提升精神力的道具罢了。轮盘这么珍贵，咱们能不能把它藏起来呀？不行，轮盘是无法挪动位置的，而且我已经把这个轮盘抽空了，别人发现了也没用。你真坏。不开玩笑了，现在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和你们说，这里有三瓶强化药剂，喝了以后可以提高人的身体机能，比如力量、速度还有抗打击能力，我打算把这个分给大家。既然这么强，你喝了不是更好吗？你们都是我的战友，只有大家都变得强大起来，我们才能更好的行动。可以像你一样厉害吗？那恐怕不能，不过对付一般的怪物是足够了。叶明，我一直想问，轮盘怪物之类都是突然出现的，你怎么这么了解？是啊，你好像什么都知道的样子。其实这些知识都是木星告诉我的，他是个很厉害的人，这时候就先搪塞一下吧。叶明，我一直想问，轮盘怪物之类都是突然出现的，你怎么这么了解？是啊，你好像什么都知道的样子。其实这些知识都是木星告诉我的，他是个很厉害的人，这时候就先搪塞一下吧。这样啊，怪不得他知道超市有轮盘。嗯，就是这样。话说回来，喝了这个会不会有什么副作用啊？正常情况下，身体素质不好的人服用，有一定的几率会暴体而亡。暴体？没错，不过这些药水已经被我用工匠技能强化过了，服下虽不会有生命危险，但会产生剧烈的疼痛反应，能不能承受得住就要看你们了。你们想好可以随时问我要药水。不用考虑了，我喝。好，我就猜到你不会犹豫，不过你最好还是好好休息一下，明天再喝。好，你们两个可以慢慢考虑，我不会勉强你们的。好，知道了，叶大哥。都休息吧，今晚我来守夜，明天我们还有大事要做。慢点吃，又没人跟你抢。什么人？
是我。啊，初音，你不睡觉跑出来做什么？我有话要和你说。什么话？我知道一直都是我们拖累了你。瞎说什么，你们对于我来说各有所长，并不是我的累赘。真的吗？当然，昨天你不就救了我一次。叶大哥，好了，别想那么多，回去好好休息吧。嗯，你们腻歪完了？你怎么也出来了？我想问一下，为什么你要到珍珠湖去？那里有什么值得在意的东西吗？总不能告诉他，因为我前世记得那里有宝物吧？这也是木星告诉我的，他说那里或许会有物资。又是木星，真好奇他到底是什么人。为什么突然问这个？因为我有些事要处理，必须离开一段时间。如果你确定去珍珠湖，到时候我就去那里跟你会合。需要我陪你一起去吗？不必了，有你给的强化药水，我想我自己能行。作为交换，这把枪留给你。不用了，你带着防身吧。让你拿着你就拿着，我可不想欠你一个大人情。叶明，我也做好准备了。好。好疼啊，有种骨头要裂开的感觉。别怕，再坚持一下，疼痛很快就会过去。我忍过来了，身体好像充满了力量。这就是强化之后的感觉吗？不错，现在你们已经有了保护自己的能力，每人对付一两个普通怪物不在话下。我要再去一趟先前的医院取些东西，你们可以在附近找小怪练练手。莫叶，你独自一人行动，一定要注意安全，早去早回。你也是。地黄丸，我们走。很好，圆规鳄还在。前世就曾听说过，有人在这个城市击败圆规鳄后，得到了一张顶级武器图纸，最后成为了六星强者。之前的武器伤害都不高，如今我又觉醒了工匠技能，所以这张图纸必须拿下。不过圆规鳄皮糙肉厚，唯一的弱点还藏在嘴里，而现在的我只有一把枪和一把匕首。地黄丸，你说咱们要不要搏一搏？你是在鼓励我吗？好，那我就去试试，你在这儿等我。出发。喂，傻帽，看这里。傻龟，我在这边。很好，他上当了。停！傻龟，我在这边。很好，他上当了。停！这下看你还怎么咬我！拜拜喽，大家伙。看来真是我能力增强了，前世这东西需要好几个人联手才能对付。图纸应该就在那堆蛋里面。找到了，让我看看是什么图纸。厉害呀，居然是可以进阶两次的紫色武器。一般来说，武器每次进阶都会获得一个附属技能，这把刀不仅是紫色品质，还自带两个觉醒技能，难怪它可以成就六星强者。不过想把它升满级需要花费1000枚五级魔晶，只能说未来可期了。先把一阶的胚子风之月做出来吧，这些蛋也是稀罕物，千万不能浪费了。地黄丸，快过来，给你做点好吃的。别说，这圆规鳄蛋羹的味道还真挺不错，而且竟然还有强化体质的效果。
力量提升了一大截。嗯，那是三阶魔晶，帝皇丸居然进化了。你应该有自己的天赋技能了吧？给我看看。想不到你都会人飞镖了。原来是你的毛啊，还挺突然的。你先吃着，我去周围转转。这辆车不错，可以用来做基础材料。工匠技能溶解，接下来就是融入圆规鳄的爪子和牙齿，最后再放入一枚二阶水晶。一阶风之月成了。削铁如泥，不错不错。初音，我回来了。叶大哥，你们去附近拿小怪练手了吗？感觉怎么样？你看我们解决了不少呢，我现在一棍子就能带走一只普通的。收集了这么多水晶，看来你们适应的还挺快嘛。累坏了吧，吃点东西补一补。这不是医院那个怪物的蛋吗？圆规鳄的蛋，吃了之后可以提升体质。你竟然把那个怪物打败了，好厉害！这玩意怎么吃啊？砸开了，直接放在火上烤就行。帝皇丸的毛怎么少了？听叶大哥说，这好像是他的什么异能。会掉毛的异能还真蛮独特的。帝皇丸，你也来一块。初音，你过来一下，我有东西给你。什么东西？我记得你之前学过体操，就给你做了一个鞭子。真的吗？谢谢你叶大哥。试试看顺不顺手。好厉害。这是我用工匠技能强化过的，就算同时对上三只一阶怪物也可以应付。真的吗？陈慧，你呢？想要一把什么武器？我也有。当然，毕竟你们现在都是我强有力的帮手了。可是我之前从来没有用过什么武器，可以等我想到了再告诉你吗？当然没问题。叶大哥，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要去珍珠湖了？没错，到了那里也许会遇到很多棘手的问题，你们一定要小心。放心吧叶大哥，我们一定没问题的。很好，那咱们这就出发。啊，叶明，珍珠湖有危险，你还要去，是不是因为有什么宝物啊？没错，那里存在一个非常特殊的轮盘。上一世，有一场大战就发生在珍珠湖。激活后，还会出现有灵智的守卫怪物。这只怪物掉落的宝物，足够震动整个末世。为了猎杀它，附近所有的幸存势力都出动了，战况十分惨烈，但也成就了无数强者。上一世，有一场大战就发生在珍珠湖。激活后，还会出现有灵智的守卫怪物。这只怪物掉落的宝物，足够震动整个末世。为了猎杀它，附近所有的幸存势力都出动了，战况十分惨烈，但也成就了无数强者。李辉，这一次目标极其危险，不如我们合作如何？王平，高级守卫而已，我也有一战之力，为什么要跟你们合作？你还是没看清实力的差距啊。我的队伍中可是有七八个一星战士，一个二星强者，我不想把珍贵的战力花在幸存者之间的战斗上，与其跟你拼个你死我活，不如我们联手分享这个轮盘。合作可以，你要给我提供40支武器。武器不是问题，只要你配合，获得的宝物我们五五分成。好吧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英子，带他去武器库。是。团长，就凭他手下的那些垃圾，分一成我都嫌多，您怎么能答应跟他们五五分啊？愚蠢，只要他们有去无回，就什么都不用给了。团长高明。
到了，就是这里，注意隐蔽。好的。好多人啊，看来这次真是一场硬仗。这次行动，你们两个主要给我提供情报，不到必要时刻，千万不要出手。这个你们拿着，去西北方选一个视野好的位置观察战场，随时向我汇报怪物的动向。我知道了。战斗一旦开始，场面一定会变得非常混乱，只要盯好一个带有背包的怪物就行。好的。初音，你负责保护陈慧的安全，如果发生危险不要硬拼，优先撤离。没问题。任务完成后我们就去那边的大楼集合。明白了。轮盘被激活了，各就各位。我去，这反应，这次出的宝物定然不是凡品。出来了，守卫怪物。小宝贝儿，乖乖交出宝物吧。报告，战中火这边的怪物突然暴动，猎辉队伍损失过半，快要顶不住了。看来是那只从轮盘里出现的怪物搞的鬼。团长，我们是否要去支援他们？支援？他们只是我们的垫脚石而已。各位兄弟，和我一同剿灭湖中的怪物，获得宝物后人人有份。人人有份？我也能成为强化后的战士吗？没错，全体前进，把一切挡在我们面前的东西统统碾碎。过了今晚，我们将成为这末世的最强者。真是一群傻子，被人卖了都不知道，轮盘的宝物哪够这么多人分。叶明，距离你不远处的湖面上出现了一个裂痕。收到。看来是那只守卫怪物打开了通往绝地秘境的通道，到楼顶应该能看得更清晰，不知道他从绝地秘境中召唤了什么怪物。第一波就全是二阶，这个守卫怪保护的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宝物？又有什么东西要出来了？这是五阶怪兽尸猿？怎么可能？末世才刚开始，怎么会有五阶怪物出现？前世最早升到五星的人类，也花了整整五年时间，这还怎么玩啊？你掩护，我先撤了。你。救命啊！啊，那个人，陈慧，那个吹号的守卫怪物现在在哪儿？还在湖边。那个像羊一样的怪物呢？他在你左前方的信贷公司大楼后面。继续盯着守卫怪物，有任何异动立刻告诉我。好。孔阳这家伙身体里可是有一块价值连城的羊毛，以我的实力对付一个二阶怪物应该还是可以的。前面就是信贷大楼了。真烦人。来了。救命啊，救命啊。真烦人。来了。救命啊，救命啊。兄弟，救我。这个怪物交给我。这家伙的攻击性太强，不能硬刚，先消耗一波。看看是你的皮硬还是我刀硬。我去，他扎进去了。他怎么做到的？这怪咱们打了半天也没伤到他。他也只是一个一星战士啊，怎么会这么强啊？越激烈越好。哥几个，要不咱们溜吧，刚刚那哥们怕是要凉了。别急，等这小子嘎了咱们去舔他的包。蠢娘，这下没力气了吧。是时候给他致命一击了。嘿，这个位置刚刚好，宝贝我来了。
累死我了。我的天，他真把这只羊干掉了。太强了吧，这真的是一星战士可以做到的。你们几个还在这待着干嘛？既然要逃跑，就跑得彻底一点。臭小子，若不是我们把他打残了，你怎么可能这么轻松就打败他？打残？连怪物的皮都没弄破也算打残？小子，我们也是三个一星战士，你说话客气点。你能打倒这只恐羊，肯定是用了什么宝贝吧？拿出来分享一下，哥绝不为难你。我再说最后一遍，给我滚！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赶紧把身上的物品交出来，否则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。哼，既然你们自寻死路，那就满足你们。一群自不量力的蠢货。夜明，有一支食人小队靠近守卫怪物了。什么方位？湖边西南角的小木屋。好，知道了。今天最重要的目标是守卫怪物身上的宝物，绝不能让它落入其他人手里。穿过这条巷子，应该就离湖边不远了。这家伙突进还真是快。弟兄们，加大火力！是。攻击有效，呵呵，臭蚂蚁，去死吧！蠢货，离得太近了。这一阶蚂蚁虽然弱，但被挂掉之后会四处喷射毒液。啊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的手啊！救命啊！团长，西南方发现一只带有宝箱的怪物，速来支援！终于逮到你了！全体注意，目标西南方位。大炮掩护！这家伙也知道守卫怪物的所在了，我必须赶在这群人前面找到他。西南方向的小木屋，啊，找到了！啊，第二声号响，又有新的怪物要来了。居然是六阶饥饿锁链囚徒，这家伙防御力高得可怕，根本就是横扫一切的存在。我记得前世三个八星强者同时出手，才勉强将其击杀。还好他的目标不是我，必须赶紧找到守卫怪物。这怪物背包里全是好东西，给我打死他！在那边。打中了，加大火力，把他给我干掉。该死，被人抢先了。什么人？不知道。让开、啊、哪来的臭小子，敢坏我好事，找死！不死量力、啊、竞争者越来越多，得赶紧下手了。哪来的臭小子，敢坏我好事，找死！不死量力、啊竞争者越来越多，得赶紧下手了。初音，你和陈辉向我靠拢。是。王平，我被偷袭了，你赶紧过来，不然宝贝就要被别人抢走了。守卫怪物呢？在那边。还有心情吃鸡腿？杀杀！三阶降蚁。这家伙的弱点是翅膀，好机会！两次号角已经全部吹响，你身边唯一的守卫也被我干掉了。小家伙，你跑不掉了。我的，我的！还有招？等等，那是……恭喜您获得初级召唤术。这倒是个好东西。小东西，包里还有什么赶紧都交出来，不然我嘎了你。我嘎我嘎。恭喜您获得职业园丁。居然是最抢手的职业园丁。
这个职业不仅可以解决食物不足的问题，还可以控制植物进行武力攻击。不错，这下牧师生存完全不是问题了。小东西，还有什么全都拿出来吧。我的我的、不对，有炸，快点、好险，还好我反应快。这是临时召唤兽，好强的腐蚀性。该死，这种情况下根本没法近身肉搏呀。水池，有办法了，试试这个召唤术水魔兽。有作用了，这家伙果然怕水。初级召唤术只能维持一分钟，要赶紧了，把宝物交出来。往哪儿跑？兄弟们，把那小子和怪物一起干掉。是。可恶，这群人还真是阴魂不散。好在怪物守卫的退路也被封死了，虽然有点危险，但也只能拼一把了。离那只怪物远点。什么人？自然是来取宝物的人，刚刚只是一个警告，识相的话现在离开。三个二星强者，这群家伙怎么发育的比我还快？几位大哥，这怪物兜里的宝贝可不少，我们没必要争个你死我活，坐下来谈谈如何？老子可没心情跟你谈。好强的力道，只能先放手了。想要这玩意儿自己去抓。钉子，怪物守卫朝东南方飞过去了。看到了，就落在我面前。别管那小子了，先抢怪，落点在东南方的石头后面。收到。你们抓怪物，剩下的事都交给我。明白。想活命就让开。哎呀，也正想活动活动呢。打得好，他们都个两败俱伤，我再找机会出手。小叶，你真的打算离开队伍？嗯，这次任务结束我就要走了。真羡慕你有自己的归宿。蕾蕾姐，我羡慕你才是，找到了秦歌那么好的人，可他被分到了装甲营，听说伤亡很大。放心，小琴聪明得很，不会有事的。陈队长，有个大家伙朝我们这边过来了。全体注意，准备火力压制。是。不行啊，这家伙太硬了，根本打不透啊。抢我的。木盾，你这什么枪，好厉害。一个朋友替我强化过的，专门用来克制这些怪物。朋友，这就是你要离开的原因吗？不完全是，有些东西一时跟你们说不明白，希望你能理解我。刚才是谁开的枪？跟我走。我的任务是守住这栋楼，不会跟你走的。那让我看看你的枪。刚才是谁开的枪？跟我走。我的任务是守住这栋楼，不会跟你走的。那让我看看你的枪。把你的脏手拿开。臭娘们儿，你们这支队伍的所有装备可都是我们提供的。现在对付怪物的只有这一把枪，你把它拿走是想让我们全军覆没吗？你敢抗命，信不信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马上离开，别让我说第二遍。你给我等着。小叶，你是不是太冲动了？是啊，为了一把枪得罪那种小人实在是不值当。我不在乎，想报复就让他来吧。更何况这个地方肮脏至极，我早就待够了。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昨天我去找王平汇报情况，无意中听到他和其他高层密谋，原来他们早就知道这次行动伤亡会很大，但为了得到宝物选择了隐瞒，把我们当作弃子。什么？木队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千真万确，大家兄弟一场，我没必要骗你们。陈泽，跟我一起去找叶明吧。不了，现在这个世道要我相信一个陌生人，我做不到。你打算什么时候离开？
我要先确定夜明的位置，才能去跟他会合。那是陈慧，太好了，既然陈慧在这儿，说明夜明一定就在附近。喂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走了，你们都保重。莫夜，算了，随他去吧。小虎，咱们怎么办？咱们是莫队的人，自然要跟着他。那还不快跟上？来了。莫夜呢？王老大有令，立刻给我回总部，否则一个不留。拜托，现在可是末世，还拿什么王老大压我们？信不信我先送你归西啊？奶奶，别跟他废话，敢威胁咱们，揍他！你们、别打了，别打了！哎呀，疼死我了！我要回去告诉王平，老子不干了。陈慧，木易，能在这遇到你真是太好了。怎么只有你自己？我们分开侦查这片区域，初音在前面遇到了麻烦，我正要去帮他。夜明呢？他没和你们在一起吗？没有，他独自去应对怪物了。我知道了，咱们先去帮助初音，然后再去找夜明。好。莫队，等等我们。小虎，成龙，你们怎么都来了？我可不想留在那里给王老大卖命。是啊，队长，你去哪我们就去哪。他们说的没错，与其跟着那种不靠谱的家伙，还不如和你在一起安心。一下子有了这么多帮手，叶明应该会很高兴吧。小妞儿，赶紧把你手上的武器交出来。你做梦，除非我死了，不然你别想碰到我的东西一下。可恶，我还不信拿不下你。一起上，给我宰了他。是。初音，我回来了。哎呦，救命啊！你们是什么人？英雄救美的人。啊！放弃吧，你们打不过我的。少废话，这家伙竟然一个人把其他人全撂倒了，不能再等了，初音他们会遇到危险，赶紧拿了东西离开这里。吃爷爷一枪。就凭你还不够格，真是弱鸡。哈哈，这下宝贝就归东西呢？臭小子，你找死！给我站住！居然敢和我玩趁火打劫，我要灭了你！目标即是灵魂吞噬者，怪不得他这么强。兄弟，你这个职业我见过，每次战斗都会消耗大量生命，照这么打下去，你怕是要少活好几年。老子命长，你管得着吗？不想死的话，就乖乖把东西放下，我可以饶你一条生路。要我放下，当然没问题。不过你觉得，他们会和我一样好说话吗？该死，怎么突然间来了这么多人？要我放下，当然没问题。不过你觉得，他们会和我一样好说话吗？该死，怎么突然间来了这么多人？用不着怕他，钉子。团长，哎，该来的还是来了。我知道大家来这里都是为了这个袋子，把它交给谁，其他人都会不服气。不如就各凭本事，看看谁能抢到更多的宝贝。钉子，小子把宝物撒下来了，准备夺宝。明白。一人抢一件。收到。哈哈，是我的了。想得倒挺美。初音，拿到宝物快离开，剩下的交给我们。行。陈慧，接住。来了。这个是我的了。打不死他，小心你的手。走你！
高高，你可以啊！嘿，洒洒水咯。老大，咱们什么时候上啊？这宝物都快被抢完了。就是现在，开枪！朝谁开？你说呢？那里有我们的人吗？当然是无差别攻击。其他的人都冲上去，抢到宝物，重重有赏。是。拦住他们！是。啊，怎么没有见到叶明？放心吧，他聪明得很，而且以他的身手不会有事的。你说的对。我记得前世这代宝物中有个名叫鬼晶的东西，用它制作的武器可以获得额外的附加技能。那些人只知道争抢会发光的宝物，不知道有时暗淡无光的才是真正的极品。在哪里呢？在哪里呢？找到了，微微发烫的触感，没错，这就是它。好痛，这玩意儿还挺锋利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头好晕。恭喜您，鬼晶激活成功。激活成功。我这是怎么了？你终于醒了，叶明。你昏倒的这几天，我们真的怕死了。昏倒？想起来了，我好像无意间激活了鬼晶。你看没看到？我晕倒前，手里拿着的那块金属。看到了，你昏迷的时候死死抱着这铁疙瘩，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的。你不懂，这可是万金难求的好东西。对了，我们怎么在这里？我昏迷后发生什么了？当时你昏迷了，我们只能就近找到这一处被人占领的闭锁。虽然说服了对方放我们进来，但是……但是什么？但是他们现在整天叫嚷着要报仇，全靠初音和墨叶压着，才没闹起来。带我去找他们。哟，小兄弟，你醒了呀？那我们是不是可以算算救你的回报啊？好啊。你想要什么？兄弟这几天让你们留在这里要点宝物不过分吧？嗯，不过分。我看你们在珍珠湖抢到了三件东西，把那些给我，就当还我对你的救命之恩了。你还真是狮子大开口，想一个人独吞所有宝物吗？臭女人，你闭嘴，信不信我弄死你？来啊，谁怕你？初音，冷静。你们带回来的东西在哪儿？我们一共抢到了三样，都在这儿了。还有一个呢？在撑在那里。这东西在我手里就是我的。另外，我也帮墨叶救了你，是不是也要分一份啊？对不起，叶明，当时撤退的时候，我把东西交给他，没想到会变成这样。墨氏人心难测，不怪你。这是张药剂师的配方。虽然不怎么稀有，但还蛮实用的。这个是空间水晶，这玩意儿在末世可算是顶级装备了。虽然储存空间只有一立方米，但总比背个背包安全多了。不好意思，这两件东西不能分。臭小子，你想耍赖？当然不是，但你要我报恩，可宝物都是我队友抢的，我无权替他们分配。不过，我也有一些好东西。你要不要？拿出来看看再说，要是敢耍什么小心眼儿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当然不是，但你要我报恩，可宝物都是我队友抢的，我无权替他们分配。不过，我也有一些好东西，你要不要？拿出来看看再说，要是敢耍什么小心眼儿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嗯，爆发药水可以提高两个小时的身体爆发力。这东西不错，不过还不够。一星进化药剂，服用后可以成为一星战士。也不错，但是我这儿可是有十几个兄弟，只给两样，怕是不够分呐。你太贪得无厌了吧！我们哪有那么多东西分给你们？这瓶进化药剂。多少人拼了性命都得不到，劝你见好就收。见好就收？你在教我做事？
小子，我知道你很厉害，命也更值钱，还是再拿出点来吧，毕竟我这枪可不长眼呐。那再加上他手里的那张卡片如何？想都别想，这张卡片是我的。嘿嘿，兄弟，我还以为你跟那个莫叶是一伙的呢，不如以我联手干掉这小子，收获我们平分，如何？你让我们进入这个避难所，我很感激，也是真心想要报答你，但你万不该如此贪心。在末世有一句话很流行，我免费教给你，那就是贪婪也要有贪婪的实力。嘿，你少吓唬我，这么小的空间，就算你再厉害，也绝不可能比我的枪还快，是吗？等等，不好意思，让你失望了。臭女人，你完蛋了！地黄丸，上！你怪我！救命啊！承泽是吗？看在莫叶的面子上，交出卡片，放你离开。哎，叶姐，你说陈队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？现在这个世道，他想要变强也没有错，只是不应该这么心急。你们把这瓶爆发药水还有这些食物给他送过去吧。你认真的？我听小虎说了，承泽过去也是你的好朋友，这些东西你就拿去做个顺水人情吧。叶明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快去吧。小虎，我们去追承泽。好的，叶姐。你都把人赶走了，还来这套收买人心的戏吗？真是虚伪。跟你比起来，咱们半斤八两。说吧，你帮我是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？我要你带我去找我的丈夫。没问题，等我伤好了就带你去找。这就是这次珍珠湖大战所有的战利品吗？算得上收获颇丰。承泽藏起来的是张地狱犬的召唤卡，虽然是消耗品，但可以作为保命的底牌，最实用的还要数这个空间水晶，有了它，放再多宝贝在身上也不怕有人惦记了。接下来就是处理这块鬼晶，不过这家伙认主时吸收了我大半精神力，要想使用技能得吃个东西补补了。嗯，这块羊宝正合适。现在我的体质和力量应该已经超越普通的二星战士了，采集提炼术发动。很好，一共拆分成了100份，让我来实验看看吧。用这辆车和其他材料作为基础素材，再结合鬼晶，应该可以获得一个新的附加技能，锻造术发动。放入20份鬼晶，5枚二级魔晶，还有圆龟鳄的爪子，强化我的风之玉。武器风之月获得附加技能权力之芒，使用武器时可附加刀芒伤害。刀芒，这可是刀手职业，达到大师级之后才会得到的技能啊，有了它与好几级杀怪都不是问题了，一定要找机会试试效果。刀芒，这可是刀手职业，达到大师级之后才会得到的技能啊，有了它与好几级杀怪都不是问题了，一定要找机会试试效果。谁？蛋哥，是我。这次怎么回来的这么慢？附近的怪物都被我打完了，走了5公里才勉强收集了35枚。唉，俺们这身体还没完全恢复，这样下去，这轮盘怕是抽不动了。是啊，这东西每抽一次需要的魔晶那么多，哪有这么多的小怪给我们打？反正咱们三个都已经有了职业，要不然就算了吧。哼，我觉得行，那咱们收拾收拾东西，明日就离开这里。哼，你们两个想走？问过我没有？谁？全都蹲下，不然就开枪了。又是你们几个。耿子，冷静，小童还在他们手里，
照他们说的做。你大哥还是明事理的。末世夺宝天经地义，你居然追到这儿来还偷袭我们，真不是个爷们儿。我可没你们想的那么小心眼，纯属是恰好碰到。那你想怎么办？你们刚才提到的那个轮盘在哪儿？这我听到了你们的对话，不是已经打算离开了？告诉我又何妨？好，我说，你别伤害小童，就在龙刃小区十二号楼。这地方我没听过，可能要辛苦你带我过去。好吧。小虎，赶紧跟上。这把破刀你都看了一路了。叶哥，这可是把好刀啊，哪里破了？行了，送你了，赶紧跟上来。送我？真的吗？当然，我有了风之月，这把旧的已经用不上了。话说叶哥，你怎么有这么多厉害的武器啊？哪里搞的？我的职业技能而已，以后还会有更好的。原来是这样啊，你要是有什么你看不上的职业，给我也分一个呗。可以，但是我要你当我的小弟。意思是我以后要听命于你啊？当然了。那算了，职业我不要了，这把刀也还给你，我要跟着末队。臭小子，跟你开玩笑呢，刀你拿着吧，以后别以怨报德就好。到了，就是这里。哇、哦、这轮盘还是彩色的呢，好漂亮。竟然是五彩轮盘，转动它所需的魔晶得论斤称了。叶哥，你制作的这炸弹威力可以啊。别感慨了，上去搜集魔晶。好嘞。看来初音那边也得手了，你解完就去帮初音他们，我去别的地方看看。收到。两次爆破最多也就能收集几十枚，要想凑够一抽还要去别处碰碰运气。这种狭窄的地方最容易聚集小怪，进去看看。奇怪，不应该如此空空如也啊，难道有人已经扫荡过这里了？啊，二级变异怪物猎人蜘蛛，怪不得这里没有别的怪物，想必都变成他的盘中餐了。一枚二阶魔晶能顶100枚一阶，还真是意外之喜。权力之芒，用鬼晶强化了风之月后，确实厉害了不少。什么人？这家伙虽然只有三阶，但却可以召唤来无数同阶级的怪物，是个极其危险的家伙，不能和他硬拼，找个机会躲开他才是明智之举。一只小猫我可不放在眼里。权力之芒，好机会，快溜！该死的，那些都是玉婆操控的怪物，虽说我缺魔晶，但也不是这么个打法呀。该死，那些都是玉婆操控的怪物，虽说我缺魔晶，但也不是这么个打法呀。我去，还有三阶玉婆的精神力这么充沛的吗？滚开！玉婆，你等着我，再见面的时候就是你的死期。我回来了，可能要麻烦你们帮我包扎下了。怎么伤成这样？遇到了个难缠的家伙。叶大哥，疼吗？没事，早就习惯了。莫叶和小虎呢？他们找食物去了。血都渗出来了，根本包不住啊。我来吧。这么多不同的伤口，
这个男人究竟遇到了什么级别的怪物？麻烦快一点，否则血腥味要把周边的怪物都引来了。哦，好。哼，这次可是大丰收啊，找到了不少罐头。叶明，你又受伤了。过几天就好了，不用担心。搞回来这么多魔晶，你这身伤没白受啊。少在这阴阳怪气，想活命就给我把嘴闭紧了。转动一次居然要用掉360颗一级魔晶，也不知道这次是亏是赚。恭喜您获得职业证书光明使徒，可使用魔法治疗和辅助任意目标，习得该职业后无法再修习任何其他职业。无法修习其他职业，这个限制倒是第一次见到，你们都看看吧。可以给别人治疗和辅助，好厉害啊。不过转职之后就不能再学习任何其他职业了，你们几个有兴趣吗？每个职业都有光明使徒这种唯一性吗？不是，大部分都是可以同时存在的，比如我现在就有工匠和园丁两个职业。那你还是问问他们吧，我不想一辈子当辅助。我也不是很感兴趣，我还是喜欢在前线痛殴敌人。叶明，我想要这个职业，可以给我吗？当然，刚好你学过医，心思也细腻，治疗职业应该很适合你。光明使徒领悟成功。甘露素，伤口全都复原了，好强大的恢复能力。你刚刚的技能有每天使用次数限制吗？没有哎。难道这就是唯一职业的强大之处？我园丁职业的植物召唤术一天最多也只能使用3次。我还有一个技能呢，要给你展示一下吗？还有，刚刚转职就拥有两个技能。空灵盾。这个盾牌有什么作用？它可以自动捕捉攻击进行自主防御。真不错，今后我们战斗的时候就有人保护了。轮盘里还有最后一个职业可以抽取，再去打怪实在太费时间了，只能把用来锻造武器的高级魔晶先用了。我没看错吧？一个3级魔晶，还有3个2级魔晶，你小子不是一星战士吗？谁说一星战士就不能击杀3级怪物了？恭喜您获得职业风舞者。风舞者应该很适合初音。接着，风舞者需要配合丝带或鞭子作为武器，可以对四周发动无差别攻击。这简直是为你量身定做的，别犹豫了，快转职吧。好，那我就收下了。轮盘已经抽完了，收拾收拾行李，我们准备启程。那他们怎么办？留在这儿。什么？你不是说只要我带你找到轮盘就会放过我们的吗？你们都是练家子，最多半天时间就能挣脱这些束缚，我可不想被一路跟踪，困住你们一会儿也很合理吧。可是万一还没挣脱就有怪物闯了进来怎么办？那就只能怪命不好了。我还有关于刀术职业的线索，你肯定需要。哦，说说看。我还有关于刀术职业的线索，你肯定需要。哦，说说看。是我几天前和另一伙人做交易的时候看到的，放我们走我就告诉你对方在哪儿。叶哥，这里就是那个人说的地方了。有人在吗？你是谁？来干嘛的？是邓哥推荐我来的，说你这儿有物品可以交换。你带的人太多了，让他们走开。你们几个去附近看看，有没有适合落脚的地方。好，那你万事小心。进来之后，把双手放在我能看见的地方。好了，就站在那儿，不要动了啊。
你也是为职业证书来的吧？有没有净化药水？我们只拿那个换。当然有，不过我也要先看看你们手里的证书。青儿，拿出来给他看一眼。知道了。这里看见了吗？东西没问题，你们想怎么换？六瓶净化药剂。太贵了。小兄弟，你也是进化者，职业证书的含金量你是知道的。就算如此，进化药剂每个人只能服用一瓶，你们就两个人，要六瓶是不是太贪心了点？这事用不着你操心，四瓶，这是我们的底线。药水我这儿只有三瓶，不过可以加一点别的东西，要是还不同意的话，那我也没办法了。好吧，成交。爹，三瓶不够啊，我哥还等着药剂救命呢。把我的那瓶给他，爹不需要。你们是要用净化药剂来治病？是，我家老大得了绝症，我听说净化药剂可以治好他。净化药剂虽然可以全面提升人的身体机能，但并没有治疗功效。不过我这里恰好有能派上用场的东西，这是一枚二阶怪物的蛋，虽然不能帮助进化，但却可以治愈绝大多数疾病，而且可以多次使用，不像进化药剂只能服用一次。真的吗？你没有骗我们吧？你要不信的话我也没有办法。我信，我们跟你换。光辉印，刀师，通过结印使刀具产生特殊效果的职业，来吧。恭喜你获得职业见习光印刀师，习得刀类专属技能结印火流刃。先试试看。风，不错不错，是攻击性最强的火焰系的风印。火流刃，封印叠加专属技能的一道，已经达到四星战士的破坏力了，真是个好职业啊！就是有点太耗体力了，这种叠加技还真不能乱用，该去找初音他们会合了。这么死撑下去有意思吗？不如把宝物都交出来，我放你们走。哼，无耻小人，我必须坚持到叶明回来才行。英子，别跟他们废话，杀人夺宝，天经地义。得嘞，空灵盾，给我破！哎，陈坤，你还撑得住吗？我可以的。你还有时间顾别人？哈哈，去死吧！兄弟，笑死了。谁？光辉印，我印刀。赶紧滚，否则他就是你们的下场。撤，快撤！叶哥，你刚刚那一招烈火刀法实在是太帅了。那个是我新学会的职业技能。啊，啥时候我也能成为进化者啊？那还不简单，接着把这瓶药水喝了。谢谢叶哥，你是我永远的神。少吹几句马屁，把上次我给你的刀给我。啊，怎么了？给你加强一下，我可不想每次都是你在拖后腿。工匠技能发动，强化术。我照着风之月的样式给你强化了一下，试试看吧。工匠技能发动，强化术。我照着风之月的样式给你强化了一下，试试看吧。不用试，叶哥出品必是精品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爱护的。哎，是不是我拿根铁棍你也能变成神器啊？强化是需要很多珍贵材料的，哪有那么简单。原来如此啊。别耍宝了，赶紧洗碗去。知道了。金明，咱们下一步往哪儿走？去前面的那个工厂找个人。什么人？一个
能让我们站在末世顶端的得力干将。先生们，你们好啊，都不说话，是几个意思啊？饿了这么些天，哪有力气说话？别急，等下我就准备出去找物资，愿意一起来的可以先吃一顿饱饭，如果找到了物资，再奖励三天的口粮。真的吗？当然，但是外面怪物横行，我可不保证你们的安全。我去，留下来也是饿死。我也去。还有我。行，都跟我走吧。哎，搜干净点，听到了吗？是。春哥，有怪物靠近这里了。哼，慌什么，咱们不是带了三个诱饵吗？你出去把怪引走。我？凭什么？就凭你刚刚白吃了一顿饱饭，你在他身上划到口子，那群怪物喜欢血腥味，明白？跑快点，兴许你还有命活。不要啊。嗯，食物收集的怎么样了？这家超市日用品不少，可是能吃的东西不多。真是废物，再去给老子找。春哥，外面还有四个怪物没走，怎么办啊？蠢货，再丢出去一个诱饵不就行了？那就用它吧。不，我不去。春哥，我可以想别的办法引走怪物，求你不要把我扔出去。刘洋，别给脸不要脸，吃了一顿饱饭就老老实实干活，只要你能跑回工厂，还能捡回一条命。去吧，跑起来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你几个月前，我还是受人尊捧的高级工程师，有着幸福美满的家庭。现在一切都变了，就连工厂门口的保安都能随意殴打我。不过这样的人生也终于要结束了。甘露寿，镰刀。你们是？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我先带您离开。好。小伙子，刚才太谢谢你了，我差点就死在外面了。刘大师客气了。你认识我？刘大师是仪器厂的技术大拿，我当然认识。哎，都是过去的事了，现在我就是个废物，肩不能挑，手不能抬的。别这么说，你的价值高着呢，这东西你见过吗？在春哥手里见到过几回。这里面蕴含着极其强大的能量，如果加以改造，将其中的能量附着在武器上，那威力不可想象。给我看看。好精妙的内部结构，你这个说法的确有可能说得通啊。我想你也不甘心自己的才华就这么被埋没，若是你能将这个实验完成，我想到那时没有人敢把你踩在脚下。可现在这大环境，要想做实验难啊。放心，我会给你提供一切你需要的资源，也绝不会让你再有任何危险。成交。不过在我开始之前，能不能请你帮我一个忙？你说。那个王春不仅抢了我老婆，还害了我的同事，又把我扔出来送死。我要找他报仇。春哥，这是最后一瓶罐头了。啊，放着吧。你们哪个是王春？你谁啊？怎么进来的？你想干嘛？我警告你啊。他已经失去行动能力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。王春，咱们之前的账今天就一次性还清吧。